做吧。说到做饭，我们组里几位女编导各有心得呀。哎，我也有心得啊。是吗？熟能生巧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。你没有米他也做不好饭，对不对？我们柳柳就说了，那没有洋葱我也吃不好这顿饭。哎，他喜欢吃，我就喜欢吃洋葱那个味道，炒起来甜甜的。可是很多人就说不行，这个洋葱一切辣眼睛。对呀、啊，辣眼睛流泪啊。啊，怎么办呢？人家有好办法啊。柳柳就说啊，这个切洋葱你是不是不想流眼泪？对啊。怎么办？很想知道。让老公去切。哎呀，你就不会流泪了。哎呀，柳柳你聪明啊。哎，害人不浅啊，你这是。饭饭有我，哑铃钱都省了。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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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哥，啊，没有。欢迎来，不急不急。在家里跟人家慢慢过。对对对，哈，他不听我呀。这位爸爸在教宝宝怎么称。加油！你确定宝宝不是在学青蛙吗？还是要这个宝宝来做个正确示范吧。